我们这边变得好热闹、哦，我们多了好多人，多了好多女仆们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应该是要以这个转换桌为目标。我们上一集呢，已经把大部分材料都准备好了，那接下来剩这个中子的锭。好，那这个呢，我们要用特别机器，这个中子收集器。对，我们为了做好转换桌，要先做出这一台，而且应该是要做好多台。我们先想办法做出一台来吧。那虽然炼金模组应该就是蛮 OP 的，只是因为我们这一包呢有改这个方式，所以你在前期几乎没办法发展啊。你在前期要发展出这个可能很困难。好，总之呢，我们要先做这个扩展桌，我们要这个高级的混合水晶。好，先来做一个。那因为我们现在有那个转换桌。我们现在有这个炼金箱子，所以可以直接复制一下。哦，有点多。那接下来继续，这个合成台是要超多合成台压缩再压缩，浓缩再浓缩，这样再压缩一次。好，啊，压缩一次。OK， 这样我们的材料基本材料都准备好了，那就开始做这个扩展工作台。好，搞定。那这个桌子呢，就可以让我们大量合成，应该说可以合成的更大片。它这边变成多少？二四六八九乘九，哎，这边九乘九可以塞81个东西在里面。这我们应该也可以用，好像可以把东西直接丢上去。那我们只要把材料准备好，这个需要很多铁砖、很多的石英砖跟红石砖，这样。那我们材料丢上去，丢，有嘞，好多哦，已经看不出它的东西到底有多少了。好，这样我们的这个中子的收集器完成。那这个完成之后呢，先来复制一下。好，合成方式很麻烦，那我们就把多的材料把它丢进去，拿一些比较高 ENC 的，将它这个累积比较快。还不错。这样我们可以多做几台，然后这边，我们可能要找一个空间让它收集一下，还是先放这里算了。嘿，这个只要放出来，它就会自己收集了。其实蛮快的啊，其实还蛮快的，因为我们旁边有一个加速时钟，所以其实还算快啦。我们时钟等一下再帮它加点速，这边就没加到速，就比较慢。拿到 100% 之后。就有一个小小的粒子，然后这小粒子要有9个才变成一个锭，而且这个没办法复制，就只能让它慢慢收集了。哇，先多几台，再多台一点，叠满满。哇，这样发展好像突然可以一直加速哎。好，那我不知道够了吗？要12个，12个乘以9，要108个，好像有点那么不够，我们再帮它加点数好了，加，好，这样子呢，哇哦，然后再加速，这样子三重加速，看不出来有没有，还好像还蛮多的，还可以 ，OK， 好。这边我们先放着，让它收集一下好了。在这个期间呢，我们想先升级一下我们的套装。我们的套装该升级了。我现在还穿这个普通的龙套装，我想把它先升成这个觉醒的龙套装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飞了。那我们要先升级这个铸模器。那我们已经准备好材料了，我们把紫色变成橘色。好，这边材料。不贵，很快搞定。然后我们拿去复制9个，复制九个，好，九个，做十个 ，OK， 够了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升级我们的套装了。我们套装5个锭，4个核心，好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来 ，start， 好了，这样就搞定，就这样，材料其实就这样简单。
哎，有的。再来换裤子，好快哦！之前没有加速，真的超慢。哇哦，有了觉醒龙套装，橘色的，长这样，这个头有点好像反派的感觉哦，有点小反派的感觉那个头。然后我就可以飞了吗？我看一下，哎，哦，真的可以耶！好，它跟创造一样，可以自由的飞耶。来吧，我们的转换桌，这里，OK，这样加上我们这一台，加上我前面这一台，OK，来吧，转换桌，放上去，有了，终于可以完成了。转换桌，有了这个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干嘛？把 ENC 全部灌进去好了。我先丢一些已学习，这样我们复制东西就是从里面拿出来。哎，可是我觉得那个箱子有时候还是比较好用的。这我们等一下如果把东西太多丢进去的话，会找不到东西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还可以做什么呢？转换桌搞定了，看一下这些目标呢？压缩器，这压缩器啊。后面还要再升级，哇！那个接下来就是那个可怕的这个无尽的这什么催化剂，这个后面就很可怕了。嗯，装备设定哦，其实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好设定。Auto Feed，自动吃东西，我们的头盔可以自动帮我吃东西。哦，还有这个夜视效果，哦，内建的耶。然后还可以遮蔽，可以不显示哎，哎呦，这样我的头就出来了哦，还可以内建不显示，看一下，那胸甲可以干嘛？Flight Lock，加速哦，飞行速度也可以提升哎，好，看一下裤子，裤子可以帮我们跳比较高，Speed 应该够快了，太快受不了，看一下鞋子。鞋子是，这好像是让我们可以自动爬上一个高的方块。好，jump，看不太出来，好像没有调到，好像没有跳比较高，算了，总之呢，我们自由飞行，好像有点太快。好啦，那我们看一下哦，我们效率这边其实已经爆炸了啦，快满了。箱子快塞爆了，先这样。然后我找到上次有人跟我说有另外一个模组可以消音，对，我用这个消音器，它可以选择你要消失的声音，准把那个草地破坏的声音消掉了，这样就不会有很吵了。这样可以用，OK。那我们要做什么？好，混沌机，我们先看一下混沌机呢，要把熔弹丢在鹅卵石，不，黑曜石跟钻石砖。的祭坛中，熔弹，好，那我们先准备去打打看好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应该先让这些东西灌进去好了。我们先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灌呢？那我们转换桌，好像不行，转换桌贴不上去。哦，要再升级一下才行吗？好，扁的不行，要用这个吗？个人化的，那样聚集器啊，这个要 NK two 哎，应该升级 OK，来吧，升级我们的箱子，搞定，耶，有了三级的聚集器。话说三级有什么不一样？先把它丢进去。三级的话，有多两排哦，东西会跑到右边去，感觉好像只是一个分类吗？好像还好。好，按木质砖，然后再升级红色的。诶，红色好像不要那么多，一二三。好，然后还剩下什么？这个解构催化剂，哦，这是一个快速挖洞的介质
的戒指对吧？好 ，TNT 哦，好像都没有怪物会掉落哈、哦，还是得自己合成。火药，等一下，怪物箱那边有没有火药？这包里面用不到，用不到这个 TNT。然后，燃料，红色的燃料。好，然后把这个合成催化星星，然后再来是什么？诶，好像可以了哦，就这样颜色，诶，可以搞定，来吧。 OK， 有了。诶，在哪里？我的箱子，诶，我的箱子嘞，好，丢在外面。有了，再次有了个人化的 ENC 转换桌。好，所以这边我们要怎么让它做连接啊？哦 ，ENC 哦，好哦，我们这边就可以把它 ENC 灌进来，那就会连接到这边。我们这边 ENC 是同步的，所以我就把放在这边，然后把东西通通灌进去好了。嘿，贴上去，有了，这样可以。然后 ENC 呀，就一直增，一直增，一直增。好，搞定！哇，一秒160000的 ENC， 来强化，强化。好，哇哇，速率现在变成1000万，每秒1000万的 ENC 在增加。欸，可是我们要到它的上限要要900兆欸。900兆，我们知道有没有这么多。不知道够不够。好，那这边放着让它存到满。那接下来我们做点什么事呢？我们要来升级套装吗？好，我还是来做一把枪好了啦。我的枪想再来升级一下。哇，这个材料要用混沌的比较高级。欸，我好像可以把这把枪直接升上去吗？它这边是不是可以直接镀膜？我们应该用这个镀膜把这个材质换上去，只要换一个东西就可以了，换我的枪管就好了，在我们伤害就是两倍了。然后等一下再做个觉醒的弓吗？看一下哪一个伤害比较好一点。好，我们要做的是手柄，手柄，这个觉醒龙的手柄，然后接下来是觉醒龙的枪管，再来是暗物质的传导器。好，组装一下这个枪，因为以前都没玩过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用，这样伤害更高了。好，两把枪，欸，你这个伤害怎么比较高一点？是因为等级的关系吗？我看一下，如果只要换枪管的话，枪管，可以直接换欸。哦，原来不用其他材料，那还可以。手柄也换一下，暗物质的传导器，这我们之前还做不出来的，这样有比较好一点。好，搞定，这样我们就双枪，双枪，好，双枪就变双枪了，好吧。那好吧，我们现在升级我们的装备吧。欸，应该说我先用这样的装备去看看混沌机，看一下我会不会死。我应该还要准备吗？就冲了吧。龙蛋带着，然后钻石砖带着。好的，我们去坐实一下，看一下有多可怕。好，走吧，中烟世界。